玩就是可以打扮的很多不同种样子，对，像是妆啊、妆法或是服饰，而且可以穿到最新的春夏衣服，会比人家就是过的季节快一点，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玩的。这一次的心情，应该说上次是跟巧巧一起拍，然后这次是一个人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就是有点回到以前，就是在当模特时期的时候拍照那种感觉，就是跟我最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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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摄影师强强，因为强哥都会把我们拍得非常非常漂亮，所以非常的开心。希望我今年可以桃花朵朵开，不要有烂桃花，就是好的人缘，好的桃花。Hello，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小动作，无论是你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家里，都可以，就是在你的椅子上啊，或者是任何比较高处的地方，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，算是一点核心肌群的小运动。但是好，没有错，现在我的穿着是有点不太合理，不过我还是可以教大家，就非常简单，你就找一个比较有高度的椅子，然后就是把你的双脚提起来，然后往下，这边就是可以训练到你的肚子、下腹部。然后每一轮大概做15下，做3次，就是每天做，应该不久就会看到小小的成效，就是肚子会变得比较紧实。